这一球又是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也蛮结实蛮深远，但右外野手推推推，最后没有接到，落在全垒打墙脚下，垒上的跑者这时候都被送回来。哇，右外野手最后推得不够，这个球最后落在全垒打墙脚下，形成了一个二垒安打，也使得蓝米狗现在把分数追上来，变2-5。连续两个重炮都打得蛮远的。你农业金亚比亚的林志胜告我了，这个球也没打好，那弧那个仰角够了，飞得蛮远。从侧面来看，嗯，切到了，而且不是打到一个甜蜜的。这边今天当然就是有一些风向的帮忙，没错，所以右外手退啊，也退得不是很安定。回来得分的是黄浩然跟林志平。